想啥呢？想逗逗啊。玩游戏还当真，小心被骗。哎，进游戏吧太危险，不进游戏吧，逗逗怎么办？ 干什么？看你那张脸，一副痛苦面具，饭都不吃了，想逗逗就把拉。你说什么啊？你刚自己说的，想逗逗。吃饭吧，吃饭吧。谢谢啊。 小雅，哥换了新工作，挣的比以前多得多。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在幸灾乐祸。你回来了，清幽没事吧？
他脑子里有芯片，你，我，参与游戏的所有人都有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任何辅助设备就能进入游戏的原因。芯片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这是天机干的？除了他们，不会有别人了？那青佑就会一直昏迷啊。 其实，如果我们继续游戏的话，通关就能化险的。好，你确定？我就是喜欢玩游戏，爸爸。而且在游戏世界里啊，比现实里。 腿脚也利索多了，我提前又谢谢你，你可别把我说的太高尚了。到时候我要是玩腻了，我就第一个把芯片取出来。哦，我们下午会在食堂碰头，我们还是在游戏里见吧。我是豆豆的事儿，你要替我保密啊。哎呀，累死我。 你们都在啊？那帮我……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那杨八万呢？他会继续游戏吗？ 有心事啊，英木八万。球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赢你一球呢，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怎么，瞧不起我？你能不添乱吗？你要是赢了，也可以让我走啊。行，比什么呀？罚球线，一人一球，没投进就算输。 来，你慢点啊，走吧，愿赌服输。 知道你想问什么，输了你也不懂。玩赖啊！就是因为豆豆的事儿，那个游戏太危险了。我要是去的话，我就会有危险。我要是不去的话，那反正我不想跟他失联，你知道吧？ 就是因为你自己害怕，什么我害怕？我是害怕他有危险，好不好？那个游戏真的太诡异了，好多人都接二连三出事了，我很担心他，我得去告诉他。但是，我是很害怕这游戏，但万一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一辈子都会后悔的，好不好？既然那么危险，他可能也不会去呢。不，他会的，因为他比我们都勇敢。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、最飒、最善良的女孩子。行了行了，王宇少年。哎，当然了，也不是完全因为她。我就知道你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啊！不，那是别的朋友有困难吗？我必须得找到豆豆，告诉他，不能让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面对这些危险啊！ 你这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？你去找到他，保护他，跟他一起把问题解决了不就行了吗？
你刚才说什么？对啊，我可以在游戏里保护他吗？行啊，小琴。好，茅塞顿开，通了。哎，我现在决定和他一块儿进游戏。可以呀，你啊，没想到啊，南小琴，你狗嘴里也能吐出象牙来吗？哎，你有点皮痒啊，养猫啊。我不是，我跟你开玩笑。乱打。我就是。这一次，终于是我保护你了。还有饭吗，师傅？清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图书馆看书，忘了时间，就来晚了。我这里没动过，要不你先吃。不用了，谢谢师傅。叔，您腿好了？叔。我说这些，您能理解吗？看来他们应该不会来了，我们再等等。林叔，林叔，我叫春雨。坐下说，我来是代表我的态度，我继续。但是那个八万和阿强呢？不要怪我，你要怪就怪你爸。我跟他旧账还没算，这是结了新仇。你不用到处看了，这是我兄弟之前的厂子，已经关门半年多了。人全都走光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。你不用紧张，我绑你过来，我只是要你爸还钱。只要你爸还钱，我绝对不会躲你。
也是没办法了。我兄弟们已经在游戏里面出了事情，我万一要是也出事了，醒不过来，我好歹要给我兄弟家里一个交代啊。关键这就是你爸欠我公司的钱，他本来就该还，不是吗？这是你爸。说话，我还姓杨呢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儿子在我手上，你不还钱，我今天晚上就把你儿子弄死。就要，那是大号了，还我儿子在你手上，你滚呀！来，干谁了？我再跟你爸打一遍，你来说。别乱说话。爸，是我真的被绑架了，你把那个强哥的钱还给他啊。你臭小子，是不是这月生活费花完了你啊？饿着。不是爸，我真被绑架了，真的是我。这不要不绑我就那了BBQ了啊，爸。那你就赶紧BBQ。哎，爸，喂，爸，喂。什么是BBQ？就是挂了。别他妈扯淡，芭比 Q 是烧烤。来，打开，这是小吃，烧什么烤？你是你爸捡过来的吧？啊？现在明白了吧？你让他还钱，基本上就不可能。你爸就是一混蛋，一流氓。他没钱还就算，他有钱他也不还。我觉得你爸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要给他点狠的看。喂，强哥。喂，强哥，我们有话好商量啊。我再给我爸打一个好不好，强哥？啊？强哥，别。你冷静冷静，我再给我爸打一个好不好？啊，小哥，大家，哎，打来了。什么破电话？黑屏怎么解？姓杨的知道怕了是吧？那我警告你，你今天现在立马把钱打到卡上，不然我把你儿子杨娃娃弄死。你说什么？不对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我警告你。这是我动手之前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听见没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得向我保证。喂，他们俩在一起，但是强哥绑架了爸爸。那怎么会找你呢？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强哥把我当成了八万的父亲，要我还钱。他要我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时间、地点。这个强哥，大白天约在这种地方。春雨，你也不方便进去。这样，云叔，咱们俩进去。好。这卡你先拿着，里面是强哥要的钱。我们进去跟他先聊聊，如果谈崩的话，直接报警。那强哥不是？都到了这一步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游戏里再说。我们进去找个人哈。先生，手牌拿好。
房子不小啊。云叔，咱们一人一边。是不是爸爸？过去看看。走。哎，小心！你也慢点。不能跟我一样把他嘴巴给闭上吗？啊！大哥，这不怪他，是那皮啊太厚了。那用点劲儿啊！哎，好。老万，哎，老高，林叔，不是你们怎么？强哥。搓一个，你怎么突然把手上的病人都转到特护病房了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主任，其实我是被胁迫的。我来医院进修，是因为一个叫天机的公司。先拿着，这是我们几个凑给阿勇的医疗费。大家都是朋友，有困难一定会帮你。先冷静一点。这钱我不会要，再说了也轮不到你们几个来教训我。你别勉强自己了，我们都知道你的困境了。强哥，这钱要不你先拿着吧，他们的我来还。怎么着，你拿这东西来笑话我呢？这什么鸟能搞这种东西？不是强哥，啊，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！我跟你爸的事情把你牵扯进来本来就不对。不过欠黑二跟阿勇的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我一定要亲自讨回来。没想到他还挺重情义的。那他一个人先冷静一下吧，我们先聊聊正事。对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任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别喊了，他会继续游戏的。我是怕他又出什么岔子。行吧，先回学校吧。啊，林叔，啊，您先回吧，我跟春雨还有点其他的事情要处理。那行，我食堂还有活干，注意安全，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刚刚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咱们的熟人。我在外面等的时候也看到了那个人。刚刚我看他们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我没看清楚。两个人？那他肯定在跟什么人碰头。该不会天机又想在医院动什么手脚？坏了，他可能发现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分头追。
基科技邀请函。哎，感觉还挺高级。小姐，来吧。手柄，手柄，来，快！三秒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也嘟嘟囔囔，嘟嘟什么玩意儿啊？北风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被绑架了吗？骗不着我钱，在当面要了是吧？你先回去吧，我正忙呢啊！来，该我了吧？对对对。你站着干什么？示威啊？爸，你把欠强哥的钱还给他。司令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还钱。哎呀，那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别管啊！爸，你怎么欠钱还有理了呢？小兔崽子，跟孩子计较啥？这我是做生意的啊，你先回去，钱的事儿完再说啊。来，来吧，该谁了？该你，该您，该我，乱套了，来。喂，你现在就把欠人家的钱还给人家。谁也养了你啊？对对对，你就知道打人。你这个人还讲道理吗？你明明有钱，你为什么不还呢？没打没抢，是你爬来的。你看你，你他妈就是白眼狼！你就是不讲道理，我宁愿不是你儿子，还不赶紧给你爹道歉！我凭什么我道歉啊？明明错人是他，他这么没有诚信的人，你们还天天过来捧他的生意，到时候全给你们骗进去！小兔崽子，我问你，哎，你少说两句吧！哎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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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就不认你做我爸了。你就总是这样，你自从拆迁完了之后，你整个人就变了。从小到大，你除了给我留两个钱之外，你还管过我什么呀？你真正关心过我吗？你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吗？我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？我问你，我现在上的大学叫什么名字，你知道吗？你脑子里除了钱和麻将，你还有什么呀？你给我起个名字都叫八万，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把钱还了。你哎，你傻呀，是不是不懂？你别管，今天这事儿不解决，我不走。这主意，沈金给我儿子出的是吧？沈金就玩了厨子吧。哎，怎么着？你喜欢打人是吧？来，我跟你打。哎，别打呀！哎呀，是我要帮他的，我就看不惯你这个流氓行径。谁是流氓？谁是流氓？滚！你现在把钱还给人家，现在！滚！你不还。我报警！打死我！没人管你要钱了。滚！哎哎，走，行，拉开！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快走吧！哎，先生。强哥，对不起啊。你也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。你爸的事情呢，好把你牵扯进来，本来就是我不对，应该我跟你说对不起。来，艾文串好了。行吧，吃饭吧。我比你还要烦，我都没想，对不对？
喂，陈总，就是老杨这个事情，我强子，你有两把刷子呀？老杨欠的钱，我还以为打水漂了呢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钱打过来了，好，好，干得好！你们仨的提成啊，都转你账上了。你那份我再加10%。哎呀，你说这欠的钱咋感觉像捡来的一样？好好干啊，我看好你，挂了啊。有话好好说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爸还钱了。你爸他还钱了。我老板还说多给10%提成给我。我爸还呢？杨老板，啊，你这个兄弟够意思。从今天开始不对，从现在开始你杨八万不对，我张天强就是你大哥，你杨八万所有事情全部包在我身上。真的？真的。虽然今天没追上他们，但和贾玉生见面那个人，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为什么这么想？不知道，总觉得身形很熟悉。而且那颗痣，什么痣？虽然在澡堂里我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但是那个人的右手当时放在了衣柜上，而他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颗很明显的痣。我总觉得那颗痣在哪里见过。春雨，老高，嘿，我决定了。我要继续游戏。那八万呢？八万作为我的好兄弟，那肯定是听他大哥了。哎，我跟强哥一条心啊。太好了。不是，你们俩什么时候成好兄弟了？人格魅力，你不懂。行了啊，我话带到了，我有事先走了啊，咱们到时候游戏见。走了啊！哎，大哥，那个地还没拖。行吧，你们到时候游戏里面别扯我后腿啊。我大哥，我真服了。上进不糊啊，出手就点炮。不是老杨，要不今天给我到这儿吧？你这心里有心事儿，你也糊不了啊。谁糊不了？你才糊不了呢，你糊不了。来来，快快快快，该你了。我糊了。正好正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结束吧。啊，结束结束。结什么？结什么？别别别！哎，咱再打四圈啊！再再再再再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今天要走了。那以后谁也别来，打再打四圈，行行行，来就四圈，来就四圈，来来来来，赶紧回去，没事儿了，你说。爸爸来了，哎，爸，爸，我给你带了点烤串，认错人了吧？四手，哎，不是你，哎。老杨，我还真饿了，要不我先吃点饭。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，你要吃了你儿子买。小气。哎，
呀，这牌呀。行，不玩了。啊，玩了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不说好打算吗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走了走了，走了走走。走了走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别这样呗。走走走走。挖掘技术管理专业的男生寝室在那边啊。哎，好啊，那栋楼在那边。君雅，你动作大点。哎，这样就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用自己的身体跟着感觉去行动，特别好啊。哎，大家继续。直光。